阿威，红包，快点要，接，接红包。干么嘞？小珍妈。啊？要问呐、啊。那，你从干老老的。小珍妈，小珍妈，小珍妈。他真大呀，都上岁，上多呢。哎呀，上岁。红色牡丹的。那款款，款款款。嘿。来嘛。我要给你爸爸妈妈，我爸爸你了。等你爸妈吃完饭就去。吃完。好。哎，姐姐喊你了。我在吃你了。大家好，我刚刚养了两年的草鱼，今天我们要把它抓回家。一家人都来抓鱼了，我把水鞋都带来了。我来了，看一下多大，就是看一下养了两年，大的有多少斤吧。有螺丝哎。上面就是我们的鱼塘了，小小鱼塘。哇，这水我公公已经放干了，就是久了没有清理，淤泥比较多。哇，你看这个大草鱼。等它进来啊，我们先不要惊动鱼大师。咦，你看那鱼都冒出水面了，那条很大哎，刚刚那条挺大的。来来，吓坏它了，等一下它跳起来，但是你那衣服就报废了。我知道，我就等它。哎呀妈，这都你闹浪啊！来嘛，快来哟，鱼在动，快来，好多大鱼呀、啊，快来看大鱼呀、啊！我帮来抓一条小大鱼。好的，好的。当然，你不滚下去，我跟你说啊。不能这样做。当然要抓，我用手就好了嘛，是吧？有鸟了呀！啊！抓不了，拿那个漏勺过来，拿那个勺过来。没拿网来吗？网在那里。我不敢碰了，我不想换衣服了，今天。两条。我不想换衣服了，我不敢换。终于可以开工。拿到这口袋就行了。爷，去哪里？去哪？嗯？这两个。弟弟要去玩水啊，弟弟。看你家抓鱼多好玩啊！一点也不好玩，就不能。哈哈哈！那你进去抓。好玩。快点！
哎，谁卖多卖？哦，都能捞的喂。大碗，大碗，哦，这个条子大。这雷浪的？这条是最大的一条。看就雷浪哦。还有还有，妹子坐坐坐。最大的。哎，这么大的喂！哇，有十斤吗？有。它是最大的。有了，不要那么多了，拿那么多干嘛？哎，多嘞，多嘞，多嘞。再拿一个。这个桶太小了，可以，他们都不好活动。六条，有十条吧？七条。八条。三朵，十三条。一共十三条。到来学习。我婆婆可以退休了，我跟大嫂两个在这里继承她的好手艺，年年都要做的腌酸鱼。现在放盐之前要把这个鱼肉啊用刀叉把它擦擦很多孔，然后这样子盐才更加入味。这腌呢？腌哪能？拿落盐了，熟啊，在那里搞。带点盐来，就搁点我那，叮。哎，别录了，看看我们的手艺被别人学会了。就让我辣白多，让我多。你就是所有的配方都告诉他们了，他们也做不出我们这种口味的，真的。他们做出来呢？他们做出来就是没我们做的好吃。为什么做出来？做不出来。只要有一步一点点，点点不上，就该。